相信去感觉，年轮上每次猜不透的所有遇见，让心去感觉，渺小的梦想一天一天又靠近一点，让心去感觉。没关系，你联络一下高厂长，告诉他我多晚多等他。啊，哎，你要去哪？洗手间。正是要等你回来呀，我现在已经在仓库这边了，没有人啊，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不然之后发现是仿冒的，客户说他在新店买的，可是新店没有门市啊，所以打电话报警。好，小青，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这三件仿冒品，我们拿回去检验，后续的再麻烦你们。好，先回公司再说。
警长，乔大的事情我早就觉得不太对劲了，所以第一时间我就叫小新去调查清楚。你们整个部门好像都不在同一个频率上面，从处理公关危机开始就出现重大瑕疵。虽然现在知道是因为代工厂流出放屁，但你身为营销部经理居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你的直属上司是谁？是小青。那你为什么直接来找我？因为我一直联络不到小青。联络不到组长，你上面还有经理，你这就是越级报告。这件事情要怎么删除？你们等候通知，把衣服拿去检验。你们两个先出去。警长，我一直交代小青要关心顾客的状况，可能是因为检验报告完全没有问题，他才会错判事情严重性。第一时间没有拿到顾客手上的产品，你就敢发声明搞撇清关系啊？就因为你们的失误，对公司造成多大的伤害，你有评估过吗？还是你觉得没有人应该负责？我知道是小青没有处理好，但是他平时工作是很认真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就是结果，没有但是。警长的意思是？声明稿的事，执行长坚持一定要有人负责。声明稿我是照着你的吩咐写的，而且……但是我没有叫你写一篇引发众怒的声明稿。你是组长，难道连写一篇声明稿应该要怎么写，才能够婉转，又能够表达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你都不懂？可是是你说我们商品没有问题，如果有不实指控，一定要提告的。本来今天这件事，因为抓到仿冒品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执行长他就是不近人情，我帮你说再多好话他都不接受。你自己先辞职吧。所以执行长要开除我？所以我是不是叫你自己先辞职？这样是对你好？什么对我好？你们根本就是逼我背黑锅。如果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职场如战场，就是那么残酷。难道你忍心让一个月只领20000多块的米宝走吗？还是这种屁大的事情有需要折损我一个资历15年的经理吗？小青，以这件事的严重程度来看，你这个组长来扛刚刚好。小青姐，你怎么了？小青，本周业障尚未清除，晚上安娜居酒屋。
小金姐，你要辞职？辞职不能解决问题，困境一定会找到出口的，好吗？对啊，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是声明稿的事。声明稿不是贾博士叫你写的吗？搞砸的声明稿 是我写的，不会连我也要开除吧？判人死刑，也要有个合理的理由吧？苏小青，苏小青，苏小青，你干嘛？我想问执行长，为什么一定要开除我？你觉得没有理由吗？也许客诉这件事情我处理得不够好，但是我提议要让客户办理退货，等我们拿到他手上的衣服重新检验才发声明稿的。可是什么？你最后为什么没有那么做？我。因为贾伯斯不想节外生枝，因为米宝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声明稿放上去。苏小青，你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你的问题就出在你该坚持的不坚持，不该坚持的又拼命坚持。你想两边讨好，当个墙头草，到最后被连根拔起的人就是你。我不是墙头草，我只是有自己的原则。是吗？你原则是什么？不得罪任何人啊。对，你是老板，当然不懂我的苦衷。你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我忍气吞声不是因为我做错事，哎，是因为我无法伤害别人来成全我自己。很好啊，那你就壮烈牺牲了。你说完了吗？我说完了。我还没说完，我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没那么糟，也不代表你有用。身为一个主管，却带不动底下的人，我在你身上看不到魄力。好，你软弱就算了，还一直愚蠢的想要帮别人扛责任。事实证明，你扛不起。你认识我多久？凭什么这样认定我没用？是不久，但我够了解你。你根本不了解我。我每天认真生活，努力工作。虽然我会犯错，但我绝对不会推卸责任，也会尽力的去弥补。我在营销部的这几年，没有人可以比我了解部门的工作，也没有人比我更能掌握每个柜点的销售。今天你要开除我，我保证你会失去最有力的臂膀。笑什么啊？你现在让我想起在洞里遇到那一天。不要再说洞了，我就知道是那一天，你才会觉得我很蠢，才会觉得我一无是处。是不是一无是处，不是靠嘴巴说的，要用行动来证明。如果你今天没有进来找我，那你就真的被开除了。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还不算太没救。明天上班以前，把客诉检讨报告放在我桌上。还有，明天晚上要跟新庄的总经理吃饭，
先把餐厅给下来。真的被开除了吗？不要难过了，走，我请你吃好料的，就当作是见醒吧。怎么办？好想哭，是不是我害的啊？你哭完记得明天帮我回春柏的联系函。人都要走了，还担心什么联系函啊？谁要走啊？你不是执行长，不是要开除你了吗？他怎么能没有我？我现在大难不死。留校查看，你是不是戏啊？装什么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眼泪差点被你骗到两滴。走啦，走，不要理他。哎，阿福，再请我吃饭。吃，慢等吧你。拜拜，多点一点，我等一下到。检讨报告，第一次这么开心打检讨报告。那稍待，帮我把公司搬到二楼就可以了。对，哎，是二房东吗？你好，我人已经到了。哇，是可爱的小鲜肉哎。安娜，我要一个神秘特调。点太少了吧，我死里逃生，你不帮我补一下，有点羞耻心好吗？跟死里逃生的人叫肥死啊，肥死至少死得不冤枉。小林姐，我今天才发现原来艾莎很恐怖。你现在才发现啊？我就一直以为我们都是好朋友啊。好朋友在职场上你还想交朋友？算了吧，被树立敌人就偷笑了。哪有那么严重啊？我们三个不就是好朋友吗？等一下，电话。喂，喂，苏小七，你赶快回来！那个阿北的孙子和房东好像搬进来了。是哦。是啊。而且真的是可爱的小鲜肉哎，我觉得这一次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小鲜肉塞牙缝，你很三八哎。我在外面吃饭，回去再说。什么小鲜肉？有心货色哦。新搬来的室友啦。是什么？小青姐，你是不是被勒索啊？被拍床照，被拍床照呢，也要有躺在床上的机会好吗？小青，你的特效来了，谢啦。再次。
就是这里啊，这个就是你撞掉人家的相机，现在时辰到了，来跟你讨债的。好无聊，还以为有什么刺激的。等等等等，这真的是我撞的吗？真的是啊，算了算了，你就当作是破财消灾，看之后的职场人生会不会再顺一点啊。我在楼下了啦，买了买了，你要甜不辣我都买啦，嗯，拜拜。笑死我了！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还已读不回？最近很忙，搬家。你是不是想分手了？弟弟，我没有在一起，我们要怎么分手？如果没有在一起，那为什么我把你介绍给我朋友，说你是我男朋友的时候，你没有否认？那是因为我不想。我不想不给你面子，菲菲，你很好，但是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哎，不要动手啊！你赶快回家。可是我等你很久了，我去你家借厕所。哎，前面右转 seven 有副厕所。你是不是交新女朋友了？对，我搬来就是为了跟我新女友同居，所以你不要闹了 ，OK？ 不 OK！ 哦哦哦！啊啊啊啊！陈子俊，出来！哎，苏小青，你看，好像绿巨人浩克哦。浩克，浩克，懂什么啊？我这是萃取复活草精华，就像我现在的心境，死里逃生啊，整个人都活了起来。啊，你的是什么？哦，我的是那个燕窝思维膜了。哦，燕窝感觉很厉害的，阿王整的，他是敷那种人参啊，他人参很长，敷一敷也好了。人参有拉提的效果哎，哎，明天给我敷一片。哦，你自己拿。哎，不要喝太多啊，到时候呛掉。喝一瓶没差啦。对啦，没差啦，喝一瓶再多喝一口就发酒疯，也只有你了。今天是我重生的日子哎，大家要好好庆祝一下。送。哎、欸，你那老板很奇怪，说什么你当初如果没有走进去，他就会开除你，为什么奇怪潜规则啊？潜规则不是这样用的，来看一下啊，正面、背面有差吗？有差，是不是？那要钱当然钱我们知心姐姐啊，哪轮得到我？哎、欸，宝贝，等等，你不要笑了、啊，你没有服务好。哎、欸，禁止放闪哈，我会这么黑都你们闪的。面膜都白敷，好久很黑啊。嗯，我现在事业得意，就是少了爱情。啊？你事业哪里得意啊？等我交男朋友，一定要搬家远离你们。哦，那有得等哦，除非啊，你先学会断舍离啊。嗯，什么断舍离啊？放开你爸妈的阴影，舍弃你工作的包袱，离开我们的温床。反正你到时候就去把那个房东小鲜肉，到时候就可以堵王子仁的嘴啊。我觉得他不行。嗯，他可以。你为什么不敢是不是啊？我老板那条疯狗都敢啃。我觉得他还是不行。嗯，还是可以，你相信一下他。好，我现在就去约他，以后帮你们闪黑。我跟你讲，莫名其妙，搞什么？谁是？谁啊？也许是你这样去把那个房东。跟早上那个长得不太一样啊！你怎么那么眼熟啊？苏小青，我们认识吗？是杀了我老婆的凶手。好。
这些都是他们的牌位哦。是我老婆。啊？看到没有？她跟我醉酒，就是被你给害死的。溺毙。对，还不快拜。哦。会跟我男朋友拍照、啊、你看你看他那个手残的样子，拍上去就超烂了。我之所以不能当网红，都是因为他。我是觉得拍照好看 model 也很重要的，对不对？你这个拜托你小心一点好不好？新老婆很贵的。哦，很贵哦。那苏小青用坏那台多少钱啊？11万。哇，11万！到底是什么相机这么贵啊？哎，你弄坏我的相机，照片全部都毁了。客户要重发 model， 还要浪费我时间重新拍摄，这些要不要一起算？你不要欠太甚了，我跟你讲，你这解处理解处理。好，不然这样子，相机呢，你帮我们家小青打个对折，其他的，我跟我男朋友在楼下开三明治店，之后你的早餐一律由我们负责，你觉得怎么样？看到没，这才叫诚意。听起来不错，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也不能全怪我吧？哎，你干嘛偷拍啊？哇，这鱼尾纹！什么鱼尾纹？我看，我看，哎，你小心一点，你还要杀一个吗？我看啊，拜托，这哪是啊？这个是眼镜的影子。这哪是眼镜的影子？不要再骗自己了，你看清楚好不好？不是啦，这明明就是。我来。哎，你都长大了，再忍耐一下，等我订做的成架好了，你们就有自己的房间了。喂，吃饭了没啊？吃了，你呢？刚吃饱。啊，你这个礼拜会不会回家来？不一定哎，最近有点忙。忙什么呢？周末又不上班。妈，我每天认真生活，努力工作。你根本不了解我。我每天认真生活，努力工作。虽然我会犯错，但我绝对不会推卸责任。怎么了？没事啊。好，我找个时间回去。先这样。好，拜拜。劫后余生，重返人间。上个月的业绩和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13%。哎，电商部要不是我们电商部业绩提升6%，你们营销部下降数据可就不止13%喽。我就是要好好的感谢电商部的努力。小心，把这个报告发给大家。好，根据原有顾客购买率下滑，我们做了这个报告。那提到最多的呢，就是服装的部分，没有太多的变化。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设计没有变化，所以顾客不买单？我的意思是这个报告，这份报告的检讨样本哪来的？来自于我们的黄金会员。黄金会员，也就是说你们营销部抓不住老客户的心，也开发不了新客户咯。小心，门市部你是最了解的，你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门市遇到最大的困境是什么。目前门市遇到的问题是觉得他们觉得款式不够吸引，流行性不够，衣服像是十几年前就有的设计。你现在是打算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们设计部啊？你们自己没有新的销售策略，还怪我们设计部没新意了。去年第四季的设计大会上，你们营销部怎么说的？太前卫的设计我们主客群不吃。话都让你们说就好了，那么行，不然你们来做设计师。请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不想听你们互相推卸责任。执行长，我觉得苏小欣的指控很严重。完了完了完了，他连名带姓的叫我了。我也认为营销部有必要提出证据来，看看究竟是哪些款式重复了，哪些设计与流行脱轨了。请给我们一份检讨报告书，我们设计部一定知错能改。执行姐，我不是说你们有错。这个提议好。检讨报告你们写的还不够多吗？每个月的业绩有因为检讨而成长吗？拉菲兹的成绩这两年不断在下滑，实体店面的业绩没有起色，网络电商的数字也只有小幅度的成长。再加上新洲的旗下拥有了6个全球排名前10的流行服饰品牌，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重视这次和新洲的合作。请你们把心力放在对的地方，全面投入网络平台的改版作业。一杯啊，好。一杯，一杯，两杯，好，快点哦。这样子还少一杯。小心，你要一杯珍珠奶茶。哦，好啊，热的半糖。好，热的半糖。最近怎么那么好，每天帮我们订料。新的饮料店在促销，买十送一，他送的玫瑰。傻眼了你！喂，执行长。哦，好，我等一下把资料给你。嗯，李宝，你把过去5年 GB 的营业额单独调出来给我。好。我靠！谁啊？画面都黑掉了，我才点到一半呢。对不起，我按了延长线。开关，米宝，我杀了你！对不起嘛。喂，哦，执行长，好，我马上过去。李！啊！一闪！求你救救我的 PDT， 拜托！我请你喝真奶哦。GB 过去的营业报表，还要再加上未来3年的预估，这个部分。你和 Melody check 一下，再决定数字。好。新洲的企划目前怎么样？执行长，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企划案。对了，我订了一个层架，帮我订一下，你急着用。没问题。The chairman is okay with business collaboration. His only concern is whatever Lafevre had.Offer new ideas or not. We hope
What we do, we make difference from other shopping platforms. Yes, of course. We've done some research on your company's distribution of brands. And we've also made some plans. Sorry. This is the preliminary briefing. Oh, thank you. 你叫我看的那些资料，想说我今天应该用得到，所以我就把它翻成英文了。Oh, this analysis of our distribution brands is far more detailed than even our own report. We've started designing the layouts for our websites. Besides Faz and Shinzo's brands, we also plan to invest other high-end brands. In my opinion, live webcast e-commerce is the future. And it's always been somewhat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consumers and the fashion industry. Imagine a live-like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That's the goal that we're all striving towards, the elephant.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Me too. Cheers. Cheers.你确定不再吃点东西吗？我看你刚才都没怎么吃。不用啦，我不饿。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好，拜。拜拜。老板，花枝丸五串。我要一个鲜奶茶无糖小冰。那现在一定要好了。谢谢。执行长。好巧，你也来逛夜市哦。不巧，我肚子饿。选哪一个、二房东应该算是体格性感，那我选体格性感。
女朋友？神经病！我老板应该算是大脑性，我一定要跟我的真爱在游轮上面来个海誓山盟。喂，你好。妈妈说她有点事要我跟你一起住。跟我住？为什么？妈妈说你是我爸爸。顾兆轩，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Just for now.